今天挑战十块钱做麻婆豆腐二，回到家先煮米饭。煮好米饭，开始准备工作，切豆腐。小米辣，水开倒入切好的豆腐，大火煮三分钟。三分钟到了，捞出锅，油热倒入猪肉馅。这铁锅不太行啊，好粘锅。倒入蒜末，继续翻炒。加入一勺重庆豆瓣酱，加入小米辣。倒入一小碗清水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加入蚝油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加入酱油，自己双兔傍地走，你还没有男朋友，加入少许的盐，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水开下豆腐，你还没有男朋友，问情能有几多愁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第一次加入水淀粉，水更流，你还没有男朋友，举杯消愁更愁，第二次加入水淀粉，第三次加入水淀粉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你撒上葱花准备出锅，朋友此去只因天上麻婆豆腐完成了，饭也煮好了，我要开动了，很下饭，巴适的很，豆瓣酱只用了一勺，下次还可以用，你觉得算不算超预算呢？